止六个不在场的。啊，江启臣也不在。本院委员李坤哲、邱志伟、赵天麟等十五人，针对日前高屏溪疑似遭受污染，飘散出臭酸味，已经是近四个月来第三起疑似遭污染事件。高屏溪为大高雄地区居民用水的主要来源，如遭到污染，将影响大高雄地区至少32000余户的日常用水。行政院应责成相关主管机关，加强高屏溪流域之水质管理，严加稽查排放污水或倾倒废污水等不法者，以保障大高雄地区民众用水权益。是否有当？请公决。本院委员李坤哲。